怎么了？爸爸呀，摔了一个大跤，把自己摔成熊猫了。张嫂，好久不见，碰一碰你。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？大宝，我这一点小心意。我差你那点钱啊。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去，行吗？别了，老王是个干净人，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儿。你他妈脸瞎是不是？你这是得罪了谁吗？老王是他们亲妹。他妈逼逼！行了，眼里谁看呢？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，吃饭都费劲。他现在还沾染上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杨三，你啥意思？你他妈的！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儿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，我总得讨个说吧。你也消消气儿。当初我嫁给老王，这道上都是通气，真要是把我惹急，那蓝激光也别想开啊。怎么还打着呢？差不多得了。行了，真的不能再跟你唠了，你回家给他做饭去。大总，这钱儿谢谢你了，留着当医药费。谢谢大总。大总，你还说谁呀、啊？太他妈狠了，这也。白大老僧听说过吗？他呀。